welcome Carrie Jane. SVC Wireless 已经成立了十几年了，我说你怎么没有 Wireless 啊？怎么是有这个联盟啊？这个啊，可见这个组织是有 vision， 有这个超前意识啊。现在真的到了一个 Wireless 的时代了。这个非常高兴，我非常荣幸啊，有机会到这里来。当我跟王老师听说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见面聊几句的时候，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啊。 做这个证券基金，其实我们也是叫做我们也就是不懂技术啊，我们这个对于技术发展虽然有所敏感创业了，但总的来说呢，我们对这个talk about opportunities in what's the next trend， where is the next big thing， 这样的事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如果知道我也不来讲，我们就是投资了投资了。 但是这个有这个机会呢，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做什么，对吧？我们来干什么？也就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最后能够和大家一起做点什么？这是可能我们想来讲的东西。我跟王老师30年前在北京大学就认识了，这个，然后那个时候就在一起合伙做一些东西。后来我们一起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一起是真的基金的合伙人。 现在我们有多了一个身份，电影明星啊，中国合伙人啊，这个我在新东方挺有名，走到哪里，偶尔会有人认出我来，知道这个电影上映以后，我感觉到明星的滋味啊，这个啊，有许多人开始对我不仅是啊，那种轻轻的握手，而且偶尔会有人尖叫开始啊。 啊，但是来这里非常高兴。不要那么吓。对，来这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今天好像就是我王老师和在座的，我感觉也有 chemistry， 你知道，大家第一次见面都好像早就认同，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新东方呢所谓的那点东西啊。假如在那个时候，大家是在一个封闭的国家，渴望着未来。 渴望着这个看到世界，到了世界以后呢，这个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又渴望着能够这个为另外我们来自的地方能够做点什么，能够参与点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点，都是那个在这个环球化时代的来自中国的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个人，我们这个身份是非常独特非常有价值也是两边都积极需要的一种这个 identity， 一种 advantage， 无论是工作创业交流无论是美国特别需要在座的朋友们，那么中国也特别需要，缺少的是什么呢？一个桥梁，缺少的是一个catalyst 媒介，能够把我们大家connect 在台边的，这是真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这个做这种早期投资的，一开始呢原因很简单，什么上市了对吧？我们也一不小心有了一点钱，得意洋洋的到美国来，遇到学生，学生说老师我上了你的课，我一听哇很骄傲对不对？然后我说现在做什么呢？他说现在想创业，他说，然后我说我能帮你什么呢？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帮，给我们点钱就可以了。我说哇，还去给你留 money 吗？他说因为 I have given you money before， 你偶尔死人，这个这样的能使得人，你知道吗？既然我们也给了他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智慧，我们全部的爱，这个但是呢，当我们与三五星光的在海外学成的那些优秀的朋友的时候，我们都 natural 的都 feel 一种这个indebted 的感觉，总觉得金融的成功是每个学生的认同。那么这个我们这边也建筑到每个学生的这个成功之城。好，现在大家学成了，拿到 MBA， 拿到 PhD， 或者拿到 Master Degree， 去了 Google， 去了这个 Twitter 什么的，找到这样的工作，他们的人生的 next step 是什么的？毫无疑问，通过这个创业来最大的 realize 他们的 potential， 这个金钱，人生 final 金钱一条，跳到那个创业的不归路上去。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了 more or less 的责任能够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基金呢就这么开始了。认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当然我第一个项目是，就说真正开始是2005年，有一次在泰山脚下，我和王强、俞敏洪在演讲，然后在演讲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我回去当了9年回来，讲了10年了，2005年，这个讲的都是10年前的故事，我的留学故事，15年前的，我说88年出国的，我说哎呀，我想 reconnect with 这个现在的留学生，看看他们在海南想什么，对吧？这个做什么，他们的状态，我说在我说我要更新我自己，这是优秀者的一个习惯，是吧？不断的 update 他自己refresh 他自己啊。我这么一说，老于说，哎，正好斯坦福商学院和教育学院有一个教育和这个商业的一个研讨会，让你去吧。结果我还真去了，演讲讲了一半，我就这个飞到了斯坦福，在那儿遇到了商学院的那帮学生。后来这个我开头投到那个7、8个项目，全是斯坦福商学院的这个然后经过了7、8年的这个叫做艰苦的努力和煎熬，今年这个兰亭集市这个在华尔街上市，这也是整个中国今年迄今为止2013年唯一的一个上市的这个公司。艾伦郭当然也很得意的就跟我说这个他是21世纪对吧？斯坦福这个商学院第三个上市的这个毕业生，然后过了一个月。又很得意的来告诉我，他说是21世纪这个第一个21世纪的这个人员，什么意思呢？陈一舟和这个顾永强都是1998年、1999年毕业的，他是新世纪的宠儿成了这个唯一的一个上市的。当然上市以后很好啊，但是股价呢当天涨了30%，然后在3个月之内涨了150%，从9.5块到了23块。结果有一天一觉醒过来这个 Adam 发现他的公司的市值从11亿这个美元变成了5亿美元 ，OK， 一觉就回到了解放前，你知道吗？
当然，他就在慢慢的奋斗，又从九块到现在到十二块多。这个，所以创业这个东西，啊，这个我没有跑题啊。讲创业的话，就是充满了一种挑战，一种这个兴奋啊，展现了你自己人生的全部的这个才华，那全部的这个这个努力、精力啊、智慧等等，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无限风光啊。在这个创业，关键在于啊，你是不是？在恰当的时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团队，发现一个合适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一直跳下去。所以2005年开始，这个一直到2011年，我们觉得这个基金可以能够走出来的，真正的做点东西。所以我们跟红杉中国合作，这个成立了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呢，是2011年的12月就 announce 的，这个娱乐团队，这个娱乐办公室。本来就是在茶馆里面前面喝茶，嗯，喝茶这种是一个危险的词，这个然后就聊天。但是后来我们就是真正的在2011年这个做起来，我们总共有3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对一个基金是很小的，但是呢，我们称这个基金是 the largest fund，the largest small fund in the world， 世界最大的小基金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数额不大，但是梦想。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创业者们 ，OK， 他们的这个才华很大，他们的未来也是无限的光芒。所以说，这个这个基金就是帮这个以留学的为主的、海外学子为主的这些创业者们、追梦者们来追求梦想。这个在2011年我们投了100多个，这个有一次林军说他投的项目全成功了，我正在我。羡慕嫉妒恨的时候，他加了一句：“失败了，他从来不告诉别人的。”我也是这样啊，我们也全成功啊。那失败的，姐姐，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但是呢，这个过程也使得我们真正的再次和这个留学生，再次和未来，再次和梦想啊，这个连接在了一起。所以现在我跟王老师，王老师比我年轻，虽然看的比我大得多，这白头发是染的，他的黑头发也是染的。这个真的，我们也感到当年做新东方那样的一种欢乐，一种激情的。这个每天每天跟大家聊聊天，看到大家计划什么的，就是非常那个。我们其他基金有什么不同呢？可能有一种不同啊，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看要不要投资以外，我们还在看我们能帮你什么。就是说，我跟团队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你不行的话。不能投，或者项目不好，团队不行，我们会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样帮助你 avoid 那些问题，知道？所以说，真正的做一个创业辅导者 ，OK， 这个我不是创业导师的，导师这个词叫什么也完了，这个校长这个词都完了，你知道吗？不要说导师这个词，大家知道这个典故吗？校长，校长在中国大陆现在变成一个 terrible word， 因为许多校长犯了很多 terrible crime， 你知道吗？就好像。同事这个词在我也完了，对吧？小姐这个词早就完了啊，听懂？然后薛蛮子这个词本来很好，对不对？现在啊，不晓得也有问题。本来我们邀请老薛一起来的，但是老薛现在有事来不了啊，很可惜的。中国做天使是最早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经历啊，就是我觉得，我就讲几分钟，就是让王老师来聊，然后我们互相聊。就这个经历最大的区别在于，是说。这个就是除了给你在最早的阶段这个给你 seed funding 以外啊，最早的我们会把我跟王强在新东方那个10年的创业的奋斗的那种辛酸苦啊，那种 hard earned million dollar experience， OK， million dollar lessons 能够毫无保留的这个传授给大家啊，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探索创业之道，这个另外呢，我们极力的想把这个基金做成一个不同于传统的 capital， 就是投资那种感觉。我们极力把它做成一个学校，一个这个辅导机构 ，OK， 一个良师益友这个是我们多年追求，而且这个实践的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一种价值，这个
我在新东方是负责宣传的，王老师新东方文化的地产者，所以说我们看到企业这个做起来以后，那么你的产品、你的服务的话，它的真正的 value proposition， 你对于人们的真正的这个 meaning， 潜在的这个价值，我们会帮他讲很多的。王老师有一个头衔，除了这个基金的 co-founder 以外，还有一个头衔叫这个基金企业灵魂研究院院长。那每次我介绍他以后，大家都问为什么叫企业灵魂研究院，是不是因为天使投资对吧？这个死的比较快，也死的比较多，所以要成立一个灵魂研究院来操控这些企业。我说 no， 我会很骄傲的、轻蔑的一笑，告诉他，伟大的企业都是有灵魂的，你知道吗？我们为这些企业灌注、帮着提炼这个企业的灵魂，而这件事是全中国没有一个投资者能做到的，因为新东方虽然市值不错，对吧？三五个billion不断的变化，现在是四十亿美金的一个企业，不算大，销售呢70-80亿人民币也不算最多。那新东方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它的企业品牌最强大，它的这个文化这个个性的最彰显，也最被消费者认同的这么一个机构，所以我们把这种企业带过来了。所以招人是吧？这个来到这里，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的，传播创业的good news， 创业的信息，然后这个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探索创业的机会啊。说实话，我们的梦想是什么？不是办一个学校，而是投到一个对不对好的公司里面。在美国的华人啊，创业的伟大公司也有，像邓肯，是吧？邓肯那个公司四个billion卖掉的 ，NetScreen， 现在在中国也在做一个这个投资。我们的梦想是找到这个最好的这个公司，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这个投资人、创业者一起来努力，这个以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我们能够来自国内，每年都会来，起码一次但是至少，其实我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是因为。去年10月是吧？在 last 12 months， we here 这个是第三次了。安娜，我们 general manager 已经来了4次了，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多的这个增加我们的 presence， 最后能够把每一个朋友的创业的想法能够都对吧？尽可能的去点燃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发现我的话里面很多毛主席语录，这个没办法，是那个年代长大的。但是就是让梦想对吧遥远嘛。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我们会接受很多提问，现在请王老师来讲解一下。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真格团队呢，现在来硅谷越来越频繁，这表明了真格的一个哲学或者我们的新的这个 vision。因为作为一个天使投资，我们认为真格他所筛选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创造力。Wherever creativity is, we should go there。这是真格应该是全部的使命。那么，从这个一年半的真格基金已经投了一半，那我们现在看呢，投了55个公司，其中呢，让我们惊奇的发现，竟有10个是纯粹的硅谷 base。看哪，都是硅谷 base。这个 ten。硅谷 base 的这个 companies， 而且其中这10个硅谷 base 的 American companies， 2个呢是中国人做这个 CEO， 其他的8个都是真正的美国人。这是说明什么呢？真格的 personality 已经诞生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眼界大家不要认为我只有决定回国才去找真格，你可以 enjoy the lifestyle here in California。Enjoy the sunshine， 而不是跟雾霾做斗争，对吧？那是你的人生选择，或者你处于要离开另一半，这确实是只有一半的这种情况下，女朋友不跟你回去，男朋友不跟你回去，或者两个都是男的都不回去，对吧？这是我们加州的特点，我们非常理解各舍不得的三种关系，对吧？都在加州淋漓尽致的体现。那么你不用 give up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那么真犯，只要觉得你这个 business make sense， 只要觉得你有 passion， 只要你觉得有了初见
这个雏形的团队，那么我们会 passionately support you。 所以呢，正德基金啊，我正式跟大家 deliver 这个 message， 它是个面向全球的、面向创造力的、面向真正有激情的、有真人格、真正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的一个 very user friendly 这么一个方案，这是正德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今年呢，这个中国合伙人一眼呢，本来我在新东方是偏于低调，小明是新东方是属于走在前面的啊，他是新东方的发言人，像当年这个萨达姆时代的这个萨哈夫人，对吧？他是走在最前面啊。那么老于呢，是其次，我是负责老师培训，所以我一般在 back office 来面对老师。但是中国合伙人一眼呢，我也走在了前台啊，所以。在北京很多这个 companies 来包场来看这个电影，我和小平纷纷被邀请啊。结果我一直小平看了11遍，我看了12遍，不是因为我们自恋，是因为必须满足这些企业家的需求。为什么看完他们要直接把我们国人拿来提问关于电影的东西啊？这个电影呢，我现在大概谈一下中国合伙人，待会儿谈谈他对我们创业的一些我们想能够分享的一些经验。这个电影呢，待会儿小平讲，最早应该是小平这个写的原创剧本啊，但是呢 ，unfortunately 或者 fortunately 对吧？最后陈可辛呢没用小平的剧本，只用了他剧本中的11个字，对吧？但是还是给了他60万稿费，对吧？还是不错的啊。那么现在的电影是完全 based on 陈可辛对兄弟情谊、对新东方故事的理解，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些海外留学的这个心酸。加上对于追求梦想的这么一些所有的东西啊，凝聚在一起拍出来的那个中国合伙人。当然，这里的主要三个角色是 based on 我们三个人。那么陈东新毫无疑问，从现在电影上呈现的现实是最接近老吴啊，就那种窝囊啊，那种犹豫不决呀、那种土劲儿啊，包括说英语啊，当然黄晓明这里说的还不错。To my surprise, better than 老于。那么那两个角色，就陈东新，然后孟小俊呢，代表了小平。从外在来说，搞咨询啊，美国签证。那小平在新东方做的是教美国口语啊、美语思维，包括这个他那个 thinking American English， 就是我在新东方发明的这么一个开创的这么一个培训的方法。但是从个性来讲，面对老于的这个作为合伙人的这种张力来说，我更接近于。那个孟小俊的心，我和老于是血战到底啊，你死我活，对吧？所以我在新东方获得了一个称号，叫做 Principal Fundamentalist， 对吧？原则的原教主义，随时可以拉他要，对吧？所以老于特别恐惧。那小平呢，作为兄弟情中的粘合剂啊，他是特别怕伤害任何一个兄弟，但是在原则面前呢，他又是强大的粘合剂。当我和老于走到了僵持状态的时候，他总是拨开云雾的人。所以从性格上来说，这两个性格呢实际上是置换的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等到陈可辛把这个片子拍完了、初剪完了以后，请我们三个合伙人去看这个样片的时候，看完以后老于非常沉默、痛苦的沉默了10分钟以后说，这个电影拍的是不错，可中国也不像这么窝囊吧，如果中国人都看了之后，他们肯定有大疑问，怎么这么窝囊的人还能做成新东方呢？我一拍大腿说 ：“Exactly， 这是这个电影最励志的部分，对吧？也就说明什么东西呢？任何在这个现实中做成任何一个事的事，成为领袖级人物的人，在一开始肯定都是不起眼，甚至往往对常识的判断也会拒绝，认为他将来能成功。俞敏洪是典型的一个例子，马云从长相来说更是典型的一个，对吧？他只有开阔外心，对吧？那可能才是他的大市场。”恰恰由于他的长相和外形如此匹配，他才缔造了阿里的这种商业大帝，啊！但是我再一想呢，那俞敏洪真是看不出他能够引领一个$5 million的 company， 而且他竟然现在还仍然引领，当年在北大简直看不出来，我做噩梦都没想到，对吧？因为在北大，我们三个人有局面，小平83年从这个专业学历，他第一代大学生，77、78年级。那么他认为北大是他向往的地方，所以他就第一开始，实际上我认为小平的举动就算创业，因为他丢掉了
中央音乐学院5年的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培养，到了一个当时并不需要音乐的北大，北大是卧轨自杀的那种诗人诞生的地方，对吧？三角地随时自焚的那种地方，那他与音乐与贝多芬好像很远，但是小平认为，我到了这个北大才完成了人文教育的程度，所以他到了北大发现我们就认识了。那我当时呢是受小平的领导，小平刚到了北大，因为他的专长是艺术，那么他就担任了北大学生就是团委的这个文化部部长，管所有的学生文化艺术方面工作。我呢当时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成了北大学生艺术团的第一任团长，当时我管什么英达英壮的这些，我是专长是演话剧，但是管所有其他的队伍。那么俞敏洪呢是艺术团的忠实观众，而且当年的一票难求艺术团的这个演出，所以经常老俞会让我们走后门，我经常把他从后门引进去，我说老俞走后门他不行，你不能光看，你得给我们干点事儿，对吧？老俞说干什么？我说拉木所以后来老俞动手能力越来越强，从拍照能力就从那个 role 开始，对吧？所以在这个状态呢，我们三个人的友情这个传统也就那时候奠定，所以这个东西关系呢就一直没变。他是我们俩老师，我是老俞的班长，所以经营新东方整个10年，不管职位怎么变化，历史这东西改变不了所以老俞非常平衡他永远作为一个 number one， 他站不起来。所以白天我们看完他下午就要开高管会议要发泄，人总是要找个活路但是就是这样，我们推住他，把他锻炼成一个坚强的一个企业家我们在有新东方的成长当中，在俞敏洪的成长当中，我和小平也坐下话，也逐渐从教书匠逐渐进入到后来做新东方做企业，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做这个投资的人。对，我从几个角度这个王阳这个电影里来说，对吧？千万不要和你最好的朋友做生意，其实是编剧揪出来的事儿。其实呢，一定要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合伙做生意，知道吧？因为创业者一开始没什么资源，有的是你的同学、朋友、同事、亲人 ，OK， 大家对你的为人、对你的做事能力、价值观认同，这是最宝贵的资源。但是呢，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这种游戏关在规则的笼子里。这个老师讲的是什么？新东方的初步总纲，其实是建立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坦率说，建立的非常波澜壮阔，也非常卓有成效。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建议大家看一下柴静这个专访，大家在网上搜一下，那个是《中国合伙人》上映之后，柴静的看见栏目呢采访了我们真正的三个合伙人。这个节目影响非常大，在中央一套播了以后，因为在这个东西，我们三个合伙人是非常 bloody 这个 brutal 的，就是说表达了自己的这个对新东方整个治理过程中所有 problem， 所有的 solutions， 我们之间友情、原则这些规则，从家族是怎么样变成一个现代化企业的几乎全部重要的东西。对，有人说这个看见这个采访要比中国合伙人还好看。这个我直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投资过去茫茫一个人回来觉得不随便投但后来越来越发现一定要有个团队，这个团队股份一定要有一个不错的比例，721对吧？811或者6，这个31622，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合伙人。如果你没有团队的话，其实这个创业是非常艰苦的。你花多少钱雇人，他没有恒心，他不觉得这是他的这个事业，所以这是我自己在做创业过程当中这个最大的这个教训。许多人不错，很优秀，然后100%的拿着股份，往往都做不起来。因为创业的过程，就大家一起这个挑战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电影这个叫《中国合伙人》，是我绝对坚持的一个名字。这个我自己人生最伟大的经历，真的最宝贵的经历，就是从中央研学到了北大。要是到七八级毕业生，国家是包分配的，我可以去文化部、音研所、电视台留校，但是我就是想去北大。那么后来到了北大，遇到了俞敏洪、王强、李克强这帮人，当时李克强就是我顶头上司，在一个楼道里，你知道吧？至于是不是当时跟他吵过架，我就不记得了，对吧？这个，那就是这种东西成了我自己的人生一生的一个
一个叫做怎么讲啊，愤怒的团队一起这个前进，对吧？柯亮同志在国务院这边忙他的，我们在这里，对吧？同样改变了世界，对吧？同样追寻的梦想。我当年的梦想，假如人生自己是个创业的，我当年的梦想在哪里啊？是想从政的。8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其他出路，除了从政做学术，没有商业这个概念。所以当时想到北大，北大有王长，然后北京团是有王长，北京市这个文化局长对吧？然后国务院文化部长啊，做得好，兼任副总理。但是后来我决定不做了，因为我怕做得不好被双规怎么办，对不对？做什么事儿，你人最宝贵要认识你自己 ，know yourself， 发现自我，知道自己。我觉得我的人生的经验在于，我很快的在北大那五年知道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但是80年代的中国不提供机会，不提供选择，所以说那个时候，唱着孔夫子说的话叫“道不行，乘浮浮于海”，就出国去追寻梦想。但到了国外，又遇到了89年，所以整个这个人生陷入了绝境。原来是学音乐的，毕业就得找个工作，然后呢，做全职父亲做了3年，多年以后我发现李安做了6年，对不对？我觉得要懂啊，这个挺好，是吧？以至于我写了一篇微博，居然在这个李安的电影回忆录《十年一觉电影梦自传》里面。居然我说的那句话被他们引用了而且是第一次和几个华人巨星连在一起，叫做我说这么句话，我说我在加拿大3年带孩子非常痛苦，后来看到李安带了6年的孩子做全职父亲，这个我说我就非常敬佩他，因为我身处这个里面的一个中年男人那种人生的无与伦比的压力，这个我恨不得飞到纽约，对吧？向他表示全职父亲的般的慰问，你知道吗？后来他就把我这句话放在那个自传的背后，那个前面是成龙、刘德华、周润发，然后徐小平所以人生的许多这个经验和经历最终汇总起来都成了我现在想起来的一个宝贵的一种东西。这个创业呢，我们待会儿会聊一聊。这个创业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呢，创业的定义呢，又是一个不断转型的一种失败，就是你失败了，不叫失败 ，OK， 叫转型，然后转型转型转来转去，最终找到你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创业和人生有点类似。人说我人生走过了51年，我忽然在想，很多时候啊，这个创业不是没有那么神秘，因为大家向往着我要做一个伟大的公司，我要成就一番大事，好像我必须是一个行业精而又精的一个一流人才，必须是乔布斯，必须是Bill Gates这样的 Zuckerberg。No， not necessarily。我要去举个例子，我现在回顾来说，我当年在北大，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住在一个32楼。这32楼现在一看挺神奇的，一个32楼不起眼，4层楼。但是从第2层楼呢，就诞生了一个俞敏洪为代表的新东方，这是因为当年英语系住在第2层。老俞由于没出过国，他出国是个梦想。但由于没出过国，积攒了大量的失败经验，他迅速转换成市场需要的经验。因为失败者是最多的，所以老俞当年第一期叫新东方，不是因为我 how good my English is， 他会告诉学生，即便 as bad as I am， 对吧？你也能够猜对。学生一听他有件事儿，那我就上加油上托福。所以他积极的失败经验变成了一种价值。所以呢，他后来带领着我们这帮人做了一个新东方。这个公司还是不错的，再往上一层，也没想到图书馆学习，87年一个学生来自山西，对吧？从他专业来看，当时看不出来他能够引领世界做出一番伟业，因为他是专业是图书馆学文古典文献编目专，清朝以后的事他都不管，直奔汉朝，对吧？他互联网为未来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他到了美国一学了计算机，经过华尔街忽然发现搜索是一个互联网最需要的东西，他马上杀回国，到了北大，到了这个地下室租了一个，和其他两个合伙人一起创建了一个公司。当年他描述的话，那北大那个地下室一下雨都淹了一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换着对方你在哪儿，千里寻他，对吧？不知道在哪儿，
千百度，最后跟我来来住，那时候叶红发要搜索的人，这个就是李彦宏啊。和李彦宏是中国学习，原来中国学习古典文献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再一看，他是必定他做，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像俞敏洪一样，在英语考试方面的巨大的失败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因为他告诉那些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考题陷阱的人，你千万别往哪儿跳，所以他的失败变成了成功。啊，所以也后来想想也有逻辑。那李彦宏对于中文搜索的理解，那他整个大学四年就研究汉字信息结构，所以他最后把这东西一结合在一起，他就变成了最牛的东西。所以谷歌在关键点真是没办法啊，因为他对英文、对于拼音文字一无所知，但是对于方块汉字，那李彦宏没有人来。那么再往上一想，啊，这个四层楼中文系，那中文系呢？出了应该都出事是吧？但现在一看，也出了一个不错的伟大的企业，就黄永波的企业，中坤集团，专门经营旅游地产。前些年差点要把这个芬兰到冰岛是吧？冰岛要买下来啊！而他现在向伟大做一个曾经落魄的诗人啊，他每年向伟大捐5亿人民币的这个资产，那他做了个巨大的啊！他以前在中宣部门最早下海，如果他没有这种角色，那这些人都是不可能。那2007年，我和小平那时候还没做这个基金的时候，我们分别投了一些公司。那其中有一个公司呢，啊，当时看这个女孩既没有互联网的技能，也没有这个领袖的魅力，她长得 very homely， 啊，小平翻成特别什么来着？家常，啊，小平的决议是吧？就是长得非常家常，非常 plain， 啊。他就是后来，那就现在这个成为中国最大的交友网站的，在2011年5月11号在纳斯达克这次的这个咖啡小龙女，世纪家园的创始人龚海燕小龙女。那我们2007年看到他以后，他的背景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个硕士是在复旦新闻系读的，这两个东西都不足以支撑我们对他的投资，对不对？如果从投资角度来讲，你要做一个互联网，你这两个都不懂。也不是英文，英文养猪可以理解，对吧？那他智商问题，但是小龙女要攻进互联网，那是情商问题，对吧？他能不能攻下？但是3个小时咖啡之后，我们决定投给这样的人，是因为什么？因为发现了两个东西。第一个，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他的这种吃苦耐劳的这个经历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而这是一个创业者，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就跟小平说。创业是一个临时的组织，他在不断在失败过程探索有可能走向成功的那个不断能够 marketable scalable 的那个 business model， 这叫创叫 startup company 的一个定义。如果你知道这个，那在漫漫长途啊 ，either IPO 或被并购，或者能够 survive 那个 moment 之前，全是 frustrations difficulties obstacles， 全这些东西。那 can you overcome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 那就变成 do you have the capability？Enduring these sufferings, these pains, these obstacles, these difficulties. 那必须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觉得，哎呀，他从小到大，那这个经历太传奇了，简直是女版的俞敏洪啊，连长相都差不多，对吧？啊，这个。那么第二个东西就是看你骨子里你要做的事和你生命它的关系度有多大。这个是衡量你能不能看到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说我现在只做一件事，然后生命就终止了，我愿不愿意在我生命终止之前，我就做这件事，全部激情 talent 全部的资源都放在这儿。那么小龙女是为什么？因为她那时候还没找到对象，她人生最伟大的理想就让另一半归来，让人生变得完整，变成 complete 啊，所以他的对荷尔蒙的这种感觉是超强的。我们跟他谈3个小时，一个概念 how to make money she didn't know， 但是呢，我们发现他眼神在谈话过程中不断在想，看到一个女的就觉得你那边缺点人，看到一个男的我能给你配点人啊，所以在他心目中只有男女两个字，而这两个必须合合。我们想这是 dating company 创始人的那股子，他要做什么谁能做什么，
对吧？果真在他最不利的情况下，我们小龙女作为当年的 dating company 的前三名，他是第三名，最后一个拿到了投资，而且其他两个什么真爱房、百合房，早在他半年多以前拿到了千万美元级的融资，按照投资我们也不应该投，按照这个跑出来的这个概率，他也跑不出来，但是 lucky 我们的判断我和小林这个看人，因为十几年教书在新东方看到了上百万的学生，对吧？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天生的东西，你只要在我们面前一经过，对吧？不用说话，我们自己能判断上，这是当老师最起码的，对不对？你说老师非要滴滴非要干什么，那不是老师，那是老薛，对吧？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看一下就行了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开始投，结果果真从2007年到2011年，那小龙女是唯一跑出来的。所以这四个例子就告诉你，创业第一步是什么？这些人从逻辑上来讲，我们当初根本看不出来他们能缔造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大家一谈创业，我说：“哎呦，我是不是有扎克伯格那个本事？我是不是下一个贝贝斯 ？”No， 也许你可以，但是 not necessarily 其实创业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迅速的、清晰的、有深刻理解的捕捉了市场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哪怕需求非常小，但是它刚性的需求。一旦抓住这个，持之以恒，带着你的 talent， 带着你可以帮助你实现个梦想的有执行力的团队往前走，加以其他资源的汇聚，你是老板，看出这些。那个，我们互动吧，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个可以我们跟大家来交流。我在大家提问之前，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2011年的3月份，这个韩正明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说要拍一部反映中国梦的电影，中国30年奋斗，对吧？那个社会发展的这个故事的电影。然后旁边有个人是北大中文系的，跟我熟，说哎，我认识徐小明，这个可以来找他来写新中国梦的故事。后来见到韩正明，韩正明跟我讲了这件事，他什么叫中国梦啊？他本人对吧，中银集团的董事长，大家知道。韩正明这个呼风唤雨吧，对中国电影影响巨大。他说他在30年前在北影厂是电工，这个电工呢，他还分三个等级，第一个是现场不光拿灯杆儿、灯杆儿，对不对？这里就不用电线杆子了。那种呢是那个叫做掌灯的人，拿着灯，哎，一边拍一边这个补光。他第三等级的电工是在车间里面修灯泡的人，他说我是这个第三等级的电工。但是30年以后，他做了中银集团的董事长，这个东西啊、这个故事给我很多这个启发。当然讲回来，新东方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过程确实是这样：一个很落后的农村来的学生，被同学瞧不起的学生，然后留校中的老师，然后出去学着教书，最后这个因为走投无路啊，为了活下去。被学校开除以后，自己出来教书，最后做的，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种风气。所以反过来，我们在看创业者的时候看什么？可能因政治基本上 integrated 的，要让你的整个的这个东西，我就不多讲了。第二个呢 ，authenticity， 你有没有真知？对你做的这个事儿有没有真知？第三点呢，你有没有真正的 conviction 或者 determination？ 什么意思呢？很多创业者会有这个问题啊。想创业，哎，这个不错，那个不错，这个肯定不行。真正的创业像暴风雨一样的，他说来就来了，挡都挡不住他。而且你肯定就是说，你好，肯定就是说，哪怕我强烈的反对你创业，你也一定要去做。这是这样的人，说实话才能成功。就像我们去硅谷遇到了赵勇，赵勇是 Google Glass 的7个设计者之一，负责 Computer Vision。然后呢，我10月15号见了他，他说一个月以后要回中国去找钱创业。我说 no， 你假如真要创业的话，一个礼拜以后回来。一个礼拜以后，赵勇出现在北京，我们带他建了几个基金，5家企业濒临 ，OK， 北极光、这个光速都想投他。好，后来呢，这个定了2家，一家我们，一家另外一家，然后他就说回国吧，去办那个辞职对吧手续。等到辞职手续办好了，原先答应投他的那家公司决定不投了。我们作为这个是投的很少吧，50万美元，这个是 average， 那家公司是要出将近200万美元，不投。这个时候我打电话
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哦，这个无所谓了，创业路上总得这个事儿 ，OK， 看不懂我还是要做的。啊，这个东西就无比的温暖我啊，也给了我信心，对不对？哎，然后我就顺嘴提出说，对，别人不同我同，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这样一个真正的创业者，当然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还真不少，有好几个这种硅谷回来的那种科学家一级的人物，哎，这个找到回国找投资，然后到美国去辞职再回国，哎，原先那钱真的不给了。那这样的人，假如他便宜点，他崩溃了，啊，你怎么接受挑战呢？这是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所以创业的第三个，我觉得除了你的为人做事这个能力以外，最终可能就是一个决心嘛。那个 Steve Blank 硅谷的创业教父那句话意义重大，就是创业是个临时性组织，设计来寻找这个一个 business model， 是这个不行，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再找一个。昨天我们在 LinkedIn 看了一幅照片，叫做PayPal Mafia， 这个对吧？大家知道 PayPal 为什么那帮人出来创业特别成功，改变了硅谷，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我昨天听一个人讲，因为 PayPal 他们早期这一群人经历了8次失败，最后才找到 PayPal 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对于创业已经完全的这个融入里面，融入过了。OK， 所以假如大家想创业的话，对吧？你有这方面真正的能力，这个真的不要怕这个失败的。坦率说，永远不会失败的，这个足以放弃。所以我们真的今天就会和大家一起，一条路走到底。这个 Anyway， 好，接着的。现在创业跟10年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因为云计算什么之类的，这些起来以后就门槛低了10倍。10年以前你要买服务器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现在可能的确是几十万美元的话，你可以启动。如果你是一个 IT 公司，不是半导体，对吧？不是生物，对对对，很容易。对，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刚才前面在你们之前另外一个 speaker 就是他是 mainstream 做那个孵化器，他就说现在硅谷最缺的呢是一个200万美元以下，200万美元到800万美元之间的这个 gap， 这200万以下的美元呢都是属于 angel fund， 就是天使，800万美元以上呢都是 B 浪，那么 A 浪呢现在是最缺。那我在想，你们刚才两位也提到，你们现在越来越变得全球化，在硅谷呢也投一些非华的公司或什么之类的。我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除了这个投资之外呢，很多公司他们本身也可以不是缺品啊或什么之类，或自己找点钱啊之类。那么还有其他的合作方式，我觉得也很重要，你们有吗？有想法吗？你什么想法呢？我想今天来的话，因为大家很多都是你的 fans， 不管是不是找投资，但今天人有点少，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我想邀请你们到我的 meetup 去给 mainstream 看看，我相信肯定很有深度，特别王老师和你正宗的美音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到时候会想，我的英语也不错，我刚才说了还部分，我没说你。我到时候会想，那就是 kidding。不，等一下，你什么问题？我的问题是说，就是说，其实根据你们的资历和你们现在的这个 capability 啊 potential， 你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很大的，不是 angel fund， 而且你们的 capital 就可以在 San Diego， 为什么要在北京呢？因为现在互联网对我来说的话。我在阿拉斯加和我在那个夏威夷国，我在非洲办公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一个产品已经做好了，我觉得有差别。阿拉斯加根本啊，夏威夷就不用穿很多衣服，对吧？对，而且我们是 Ron Conway 那个 SB Angel 的这个 investor， OK， 我们也是，我们上次呢发现一个了解的东西，有一个公司就是 Education Incubator， 我们一看当场肯定在哪里。这个叫 K-12 Imagine K-12， 我们早上去看了他7个项目，我们每一个都想投一下，所以我们正在跟这边这个这个新一定要做，就是说来自中国的真正的这个国际化的新，这是我跟王老师的 vision。 我们的一个 general manager 先让谁一百倍一百倍啊，而且会是你们俩的钱，行，明白，你们可以再有这个花
谢谢谢谢你的鼓励，我们终于有人生目标了。Have you one more question? 谢谢啊，太好了。谢谢。下面听的是这个基金可能将来把有一些业务啊或者一些投资可能放在美国，我觉得在做的都是在硅谷 base 的，所以可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在美国的这边的规划是什么样。另外作为这个慕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创始合伙人，我们是看到中国合伙人这个电影以后我们开始创业的，所以在创业之初我非常高兴，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点，就像是说第一点是这样说，不要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创业。我我自己北大的这个同宿舍的同学一起创业了，然后很多人就告诉我，中国合伙人都告诉你不要跟你最好的朋友创业，就今天两位老师亲身在这里然后 clarify 了这个问题，我非常高兴。然后最后就想说呢，就说我们当初也是都给新东方交了学费的，我们不是想问 what 正德基金 can do for us, what we can do for 正德基金，所以我相信希望你们将来在美国驻扎的时候能够想起慕城律师事务所，让我们来帮你们设公司。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来硅谷，真的。这个我最近一个事嘛，80年中国与美国是永远 forever eternal, 那么90年中国和美国是3年，00年中国和美国是这个1年，到了10年中国和美国1天。所以真的现在出国来美国这个交往太密集了，所以我觉得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要做新时代的那种这个走在前面的人。你说谁就说。这个徐老师跟王老师你们好，我呢是北大82级的经济院，所以说我呢是比较顺，比那个老于顺多，所以毕业就到芝加哥大学读经济系，所以说现在呢我是做会计师，自己开会计事务所，所以说我这个过2个礼拜要见老余。说到老余呢，他刚才你说的不顺，这因为不顺，他们俩开新东方，我们太顺，所以准备做个小老板。哈哈哈哈哈。这个我们先，跟着 comment。OK。我们能够将来有会计方面的事情能请你帮忙吗？这最后一个问题吗？简短的问题。我要问吧。你的问题不简短。你觉得你我就想问，就说你刚才提到了你们讲的公司都是成功的公司，在美国有大概25万活跃的天使投资人，从2000年到现在大概投资了100万家公司，其中那个 VC 投资大概是6万多家，然后退出是5000多家，算是800多家，就说平均1000家这个天使投资只有70家得到风险投资，只有6家退出，1家3出，中国的情况怎么样？比较好一点还是差不多？你是学数学的是吧？这个数学软件就像这个软件是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要这样讲你比如说谁能成为王菲、章子怡对吧？但是你的女孩子不想成为歌星、成为演员，那么这个谁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莫言？但是天下有多少人正在写书是吧？所以我们不能为了结果去活着，我们是为了过程活着，我们活的是个过程，然后活的呢这个追求的是一个结果，但是活比如这个基金当我们来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有压力的对吧？钱给出去就不是我的了对吧？对吧？而且许多人就投资失踪了。我看要钱的时候，徐老师藏徐老师远一点。那给的钱，徐老师是谁？那是用的徐老师对吧？我说，这个，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很重，明白了吗？就是每一个公司都想catch the next big thing， 每一个人都想要 become the next big thing。我想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说，大数据呢，它是有参考价值，但是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数据。因为它是平均的，就像成绩一样，它是把它优秀的和最不优秀的平均起来，你一看是这样的。但是硅谷毕竟有庄康威这样的人，它的胜算率像红杉资本，它的上市的公司占了纳斯达克的多少？25%，25%，对吧？那这个东西简直 unbelievable， 对吧？对，我们想，那么我想等一下我们想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那个20%。
那我给大家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因为大的数据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去参考，只是真格基金一年半投了1500万美元，投了55个公司，现在明确顶格债是一家，那么大概16、17家得到了 Series A， 那么剩下还有若干家呢正在谈 Series B， 所以从这个概率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买一些成功的。为什么？那么这55家从多少家选出来的，你就可以说这个失败的这个 gap 是怎么缩？也就是说，这55家是通过 5,000 cases 选了55，也就真正做到了中国话说叫白领挑一。那么从100个 candidates 里，我们选择一个主，那这个跑出来的概率啊，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不是因为我们太聪明，是因为前端的工作 very serious, very careful， 所以最后。这个55 companies out of 5,000让你选出来，然后呢，再给他配置资源，再给他逐渐的指引方向，所以他跑出来的概率还是不错。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投资者，从 get 到的大数字，那为什么这样前赴后继？美国硅谷这个投资啊，一浪超过一浪。那我来个深水啊，我们不能为统计数字而活，对吧？否则就不要活了。我们为自己的梦想而活啊，这个。比如说我和小云前面投了一个名不很大的，就是在硅谷非常 crazy 的项目叫 Blue Seas， 就是一个大船在旧金山和工厂上停的，对吧？你讲讲，那个是非常 crazy 的概念，就是已经死了。但我们依然为他激动。他的乐趣就是说，那是我和小云是唯一的两个中国人。好，下一个问题，啊，没有了，弄死了，OK。行，我们还有其他的两位再交流吧。好，那就下面两位。好，谢谢。